主料，糯米粉60克，草莓8个，玉米淀粉40克，紫薯泥，辅料，玉米油10毫升，黄油15毫升，白糖30克，乳酪牛奶55毫升，椰蓉50克。准备好所有食材，糯米粉和玉米淀粉加糖混合，加入玉米油牛奶搅拌均匀后上锅蒸，边蒸边搅至液体完全蒸发掉，加入黄油搅拌至黄油融化变成透亮即可。准备椰蓉，再取一小份蒸好的糯米团按扁，挤上紫薯泥，将紫薯泥上面放一颗草莓，剥成麻子状后撒点椰蓉，切开后就是这样的啦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